在 order form 作設定 setup， 在 order form 内任何空白位置按滑鼠右键选择設定 setup， 設定画面便会显示出来如图 2.6。 1. 確認输入买卖 read confirm on input order， 不用確認不用 tick， 要在 order slip 没有选择 yes 或 no， 如要对每宗交易作再確認选择 tick。当 A 在买卖指示 order form 内输入了客户的买卖交易后，系统会显示出该单交易的金额及客户的其他资料。如 account 确认该单交易的话，要在 order slip 按 yes， 否则 no。有了这步骤，可以避免入交易资料、错客户、错股票、错股价。二、修改上余股数 amend outstanding quantity。很多时系统虽然已经把交易挂了牌，但又由于不同的原因，客户或 A 均有机会更改该单交易之股数或价格。在盘子 order book 内左 listing order click 两下选择需要更改的交易， order amend 画面出现，可以更改价值或者更改数量，然后按修改指示 amend 来更改股数或价格。注意，如增加股数，系统会把该交易重新挂牌，减少数量而价钱不变就可以在原来队伍等待成交。取消指示 withdraw 就把该单交易删除。中间有一下拉选择，可以选标准买卖指示 submit as standard order 及确认价位差价 submit with end trader password。如果更改之价格在市场可接受范围，即20个 spread 内，选标准买卖指示。如果更改之价格超出市场可接受范围，即超出20个 spread， 仍不能超出24价位，选确认价位差价，否则交易所会拒绝该交易指示。关闭 close 关闭该画面。三、买卖成交提示 order executed alert 把已全数或部分完成交易显示在 order confirmation 内。四、买卖取消提示 order rejected alert 由于有风险管理的关系，如果 manager 否决了客户的风险评估，该事项会显示在 order reject 画面上。5. alert when order is pending。 6. enter to confirm stock code input on enter 键确认股票编号输入，在 stock 栏内输入股票号码后，只要按下 enter， 系统更会在报价机上显示该股票的资料。7. 按加键控制价格输入 加 to change price，可按加增加或减少价格或股票的数量，一般以每手计算。八、以市价为预设值 default using market price i.e. market order。当在 order form 内输入完股票号码之后，系统会使用现价为预设股价。九、可用资金不包括保证金 exclude margin value in total available。决定可用金额是否包括保证金 loan limit。十、客户及经手人对调于盘子中显示位置 swap position between account and input。之前在 amend outstanding 内提及过 order listing， 其次序是主要以客户 account 排列的。系统可让使用者选择以 account 或 input 来排列。由于在 OCG 版本在盘子 order block 上之个别栏位已经可以由使用者自由设定，因此该项设定不必理会。但是由于仍有少量经纪行家使用 OG 版，所以不能删除。十一。于盘子中显示上余股数 ，use outstanding quantity in order block 在 order block 内，一般是以 total quantity 显示货量的。使用者可以选择以上余股数 outstanding quantity 来代替。十二，盘子中以灰色显示已取消买卖指示 ，dim void orders in order block 把已删除的交易用灰色显示。十三，以双点启动修改储存买卖指示 ，double click to edit stored order 在 stored order 内，为免错误更改已预先输入的交易，可选以 double click 代替 single click 更改预先交易资料。十四，使用中文界面 Chinese User Interface 使用中文界面，系统可让使用者以中斜线英文界面显示。十五，自动清空买卖指示输入画面 ，auto clear order form 当完成每一买卖交易后，是否需要清除 order form 内之交易资料？十六。以不声提示请求 ，beep when need my approve 系统会以 beep 提醒 operator 人员需要风险评估。十七 ，default using market lot size。十七 A 批核原因 reasons 主要是给 operator 给人员使用。由于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往往需要输入原因，阁下可预先输入某些常用原因，方便日后使用。十八。储存最后位置 ，save last position 选择此项设定，阁下移动及改变 CAMS client 内视窗，在登出并离开后，视窗的最后位置将会被储存。在阁下再次登入后，相关的视窗将逐一回复上一次的位置。十九，储盘子栏位的阔度 ，save order block column size 选择此项设定，阁下增减盘子内栏位的阔度，在登出并离开后将会储存。
在閣下再次登入後，相關欄位的闊度將回復上一次設定的闊度。二十，取消自動隱藏客戶清單 Disable Auto Hidden Client List， 選擇此項設定，閣下如在 Account List 選旗下的客戶， Account List 將一直顯示在屏幕上，不會自動隱藏。二十一，多盤子 Multi Order Block， 選擇此項設定，將可以顯示最多十張盤子，方便閣下同時進行並顯示篩選。詳情或使用方法請參閱 2.4 Order Book。 22多買賣清單 Multi Order Form， 選擇此項設定， CAMS Client 會出現最多10個買賣指示畫面。預設大小 Resolution Size 可以設定工作台 PC 屏幕的解析度，預設值為全屏幕。23預設買賣指示類別 Default Order Type， 閣下可以設定預設最常用的買賣盤種類 Enhanced Limited Order、 Special Limited Order，在买卖指示输入的时候，就可以根据这预设买卖直接确认落盘，而无需每次拣选买卖盘种类。二十四，报价机设定 Teletext Settings， 报价供应商设定斜线取消。报价机 Source， 阁下可以设定贵公司的报价供应商。使用者 User ID， 报价供应商提供阁下的登入 ID。密码 Password， 报价供应商提供阁下的 ID 登入密码。